还有第一点营养训练员线下课程。今天我们来介绍第二位讲师黄藏勋老师，他其实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老师啊，他那时候就有在教我们上课，然后很有缘的，我在硕士的时候呢，也是被他指导的，他就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就是我的老板啊。你如果是硕士的话，那么你的指导教授我们基本上都叫做老板的。黄藏勋老师呢，他的专长是蛋白质结构还有酵素，他还是某一家在市面上还蛮出名的保健食品的公司燕窝的产品的研发人员哦，他甚至可以称为燕窝的专家。保健食品的研发方面呢，他也是台湾前几位把牛樟芝做固态培养的其中一个人。这个牛樟芝呢，他在台湾啊中国啊现在都已经很红了，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红过来马来西亚了。然后这个牛樟芝也是我在硕士的时候的研究的题目。在这一堂营养训练员的线下课程内呢，黄老师将负责食品营养的基础概论。这个基础概论呢，是一般上在做健康产业的朋友们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Vitamin 还有矿物质这一些，它们分别有什么功能，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效用，然后如果缺乏任何一样的话，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缺乏症，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基础在很多高深的知识里面，它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一堂课可以让你的基础打得更加的稳固。如果说你是已经是营养师了，也欢迎你一起来观摩，看看别个国家的大学的营养系是怎么样来教导这一些基础中的基础的。 LDLAN 营养训练员线下课程，欢迎你一起来学习，我们在课程中见。